观世界，看中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欧洲卫视环宇天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黎环城公路限速降至50公里每小时，其他城市有何借鉴经验？因宣传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案，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迪迪埃拉乌尔被禁医2年。中国工艺美术馆国庆特展亮相，传统与现代工艺交相辉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10月1号起，巴黎著名的环城公路开始逐步实施限速50公里每小时的规定，预计到10月10号将全面生效。然而，这一措施引发了广泛讨论，不仅是巴黎，法国其他大城市也曾对环城公路进行过类似的限速实验，但结果却不尽相同。巴黎市政府于9月30号发布公告，正式宣布从10月1号起，将环城公路的限速从70公里每小时降至50公里每小时，部分特殊路段如圣克卢门至伊西门之间的路段除外，新规将在未来几天内逐步推广至整个环城公路。根据市政府的声明，限速降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安全性，尤其是减少摩托车骑行者的严重事故风险。通过将车速限制在50公里每小时，驾驶者的反应时间和视野将得到改善，从而减少急刹车和车道变换导致的事故。此外，市政府希望这一措施有助于降低交通噪音和空气污染。尽管巴黎是第一个大幅降低环城公路限速至50公里每小时的城市，但是其他法国大城市早已经进行过类似的限速实验。2019年，里尔将部分环城公路限速从90公里每小时降至70公里每小时。然而，该举措最终只在部分路段长期保留。类似的实验也在2015年于雷恩展开。该市在降低限速至70公里每小时的1年实验之后，重新恢复了9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原因在于调查显示，降低车速并没有减少污染，反而出现了轻微的上升。相比之下，里昂从2019年开始成功实施了7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但在图卢兹和波尔多，城市政府则表示没有改变现行9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计划。尽管巴黎市政府对于新限速寄予厚望，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法国国家交通专家机构的研究表明，车辆在低速行驶时，其燃油效率较低，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此结论进一步激发了对限速新规是否能够真正减少环境污染的质疑。巴黎的限速措施仍在试行阶段，是否能够取得市政府预期的安全和环保效果尚待观察。然而，这无疑为法国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也让城市交通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空间。近日，法国微生物学界的知名人物，因推广羟氯喹治疗新冠而备受争议的迪迪埃拉乌尔教授再次成为了焦点。根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乌拉尔教授在2025年2月1号起被禁止行医2年。这一决定由法国国家医生协会纪律委员会在上诉审理中作出，并得到了医生协会的确认。乌拉尔教授因在新冠疫情初期大力推广羟氯喹作为治疗方案而广为人知，尽管当时该药物的疗效并未得到科学证明。2021年12月，医生协会曾对他施以警告，指责他违反了多个医疗伦理规定。医生协会认为，拉乌尔的行为不仅误导了公众，还可能给患者带来健康风险。然而，这一警告并未使得事件平息。医生协会不满这一轻微的处罚，于是提出上诉。经过2024年6月的听证会，法国国家医生协会纪律委员会在上诉中加重了处罚，最终判定禁医2年。值得注意的是，禁医决定将于2025年2月1号生效。此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拉乌尔是疫情初期敢于创新、尝试新疗法的先锋人物，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了医学伦理，甚至加剧了疫情时期的信息混乱。法国医生协会坚决表示，医生不应该推广未经证实的疗法，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时期。迪迪埃拉乌尔的禁医事件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判决，也是对公共健康信息传播的一次深刻反思。无论是医生、科学家还是媒体，如何在危机时刻传达科学准确的信息，将直接影响公众的信任与社会稳定。这场风波让人们更加关注医疗专业人士在大流行病期间如何把控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拉乌尔的未来依旧是个未知数，但毫无疑问，这次禁医决定将对法国医学界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自2022年2月开馆以来，中国工艺美术馆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已经接待超过200万名游客。随着国庆节七天假期的到来，首日预约参观人数达到6144人，展馆再度成为文化爱好者们的热门打卡地。此次国庆期间，展馆推出了多场全新展览，旨在通过艺术与技艺的双重呈现，为参观者带来更丰富的观展体验。这些展览不仅展示了传统工艺的精髓，还融入了现代艺术的创新思维，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感受中国手工艺的多样魅力。作为中国最大的工艺美术馆之一，展馆总面积达91126平方米，设有14个展厅以及一个多功能展厅，陈列的工艺品涵盖了多个时代的艺术珍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杰作。其中四件大型玉雕作品《泰山锦绣图》《宁乡瑞器》《万象繁荣》和《普天铜镜》因其规模宏大、选材精良、设计巧妙和工艺精湛而被誉为国宝级艺术品。这些玉雕作品采用了精细的镂空雕刻技艺，这一工艺源于新石器时代，经过数千年传承与创新，如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展馆不仅展出传统工艺品，还通过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深入解读了每件作品背后的历史与记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不仅能够欣赏到艺术的外在美感，还能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工艺美术馆以其宏伟的展示空间和精湛的展品，成为了中国国庆假期文化之旅的必访之地。在这里，传统与现代艺术在此交汇，呈现出中国工艺美术的独特魅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精神。10月1号，东京上野公园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美食节，向日本公众展示了来自中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前来探索美味的游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汇集了14家中国餐厅、16家日本餐厅以及5家其他企业，共同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美食盛宴。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羊肉串，到山东的大包子，再到北京的烤鸭，各地的美食纷纷登场，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除了琳琅满目的食品，活动现场还安排了中日两国艺术家带来的文化表演，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观众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欣赏了传统舞蹈、音乐等精彩节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活动期间，一场以东京上野动物园曾经的明星大熊猫珍珍和莉莉的主题照片展，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这对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熊猫日前已经返回中国接受医疗护理，他们的温馨故事在展览中得到了生动呈现，令人动容。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还可以登录欧洲卫视网站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 频道和 Facebook 主页。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